周三带我都会带一个或两个小车，给我的同事阿桃，争取拉他入坑吧。今天看看给他带了什么，也是一个 N89T， 还有一个小车。OK， 马上就要到他办公室了，啧啧，看他什么反应。我担心你看到这个车会有冲动，就是买。怎么样？可以啊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你先别管多少钱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温柔一点啊，你对盒子温柔一点。这个车头，这个是大鹰的，那个驼头。啊，这个就不买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，当时预定的时候比较便宜吧，差不多是800左右。后来现在就是挺，就是老车它都会有一定的溢价。你拿下来了，塑料纸拿下来，直接上手。后续还有吗？现在有一款正在预定，但是颜色比较丑，是绿色的。它下面有那个钩子，可以直接勾在上面的，卡进去就是。然后这辆比较好玩的就是它有这个可动，然后这边我还带了个小车，你可以开那边。就你看吧，这种盒子不会开，肯定就是不会，坏了你赔。到就出来，直接上手。这个车是什么？然后上面的话，他说是可以放三辆，下面是放两辆。如果就是上面放满了之后，这个架上去，然后下面还能再存两辆。那也不错。是的，我就那个，这个说句实话，你花钱才是有意思。有意思啊，啥？是的，那价格不一样的。但是你想啊，这个买这个可以省下一辆花钱台，还可以这个自整台也是一辆车。你说要买光一个头？还是不是？我就说你买这一套，相当于其实这一辆车，再加一个，就是其实是两种的，这个我不喜欢这个，比起花剑台来说，花剑台你还没下单是吧？没有，对。哎呀，应该等你花剑台下了单再给你看这个的。有点人性，有点人性。而且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设计，你看它这个可以上下翘的，看见？这样就比如说它上坡就上桥的时候，它真的就是它就还是有点这种，对。还是蛮有意思的，这种车子倒车入库就蛮难的，特别难。你要干活了？对。那你再玩一会儿吧。行。但是，你怎么还要上课呢？你今天怎么是下午上课？调的是